对。干嘛呢？我看到一个从楼上飞下来的。哦，能不能高空抛物嘛？不可以。嗯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啊，就怎么啦？就违规规定了。违规规定了，规定是什么吗？规定不能高空抛物。对，高空抛物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嗯、哎，我们走路都发现了一个高空抛物，来走吧，豆豆。能帮我龙姐扶点吗？你先走，走到那边去，宝贝儿，快点，妈妈抱着回家了，好热的。对，好好走。再加油，宝贝儿。嗯，真的挺热的。肯定热呀，快过来，妈妈抱起回去了。这路还有吃的，安逸吧？嗯。我有，你说不要不要，有，谢谢叔叔。